车是来面试的吗？啊，对。哇，这公司的人事长得怎么这么好看啊？要是是我女朋友就好。哎，不行啊，她长得这么好看，要是以后我们有了孩子，她绿了我怎么办？不行，你是不是想让我们的孩子没有妈妈？滚，渣女，给我滚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认识，我能请两天假吗？可以。一个星期？行。哎，工作能配布最新的 iPhone 11吗？可以。工资能涨两倍吗？没问题。下班能和前台吃饭吗？我。哎呦我的妈！认识你有多高？1.77米啊。你1.77米？我1.76米哎。那虽然我还没有假期。嗯。哎呀，认识我觉得我在公司待不下去了，我要辞职。为什么呀？啊，他们都笑我胖。哎呀，那是因为你可爱到膨胀了嘛。那我还穷呢。那是因为你对别人太大方了。那他们还笑我矮。浓缩就是精华。那我能做你男朋友吗？不可以。Twice. Don't touch motherfucker think twice. 都是你啊，我没有用了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跟我来吧。哦，好的。我们公司呢，不用那么拘谨，把公司当做自己家一样，随意一点就好了。好的，老婆。哎呦我的妈！假如你和人事谈恋爱，千恒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我这不是想每天都见到你吗？你把我招进公司就可以了。啊，这不符合规矩啊。哎呀，那些什么关系嘛？快点把我招进公司，不然今晚回家我。你这个月的工资不是说打我卡里吗？打了呀。怎么就只有2998？还有2块钱呢？跟我闺蜜出去逛街买了瓶水。败家，家里没水吗？你要为我们家来做打算啊。哎，管钱很累的，以后你的每个月的零花钱从30减到15块。你好坏哦，可是我好喜欢。哎呦我的妈！可是我只是件事想问一下你。叫宝贝啊，这是公司。我跟你玩个游戏吧，如果我能不用嘴唇亲到你，输了的话我再给你100块。啊，可以啊，我才不信呢。我输了，100块给你。请问一下小哥哥，请问一下有厕所吗？男厕还是女厕？男厕所。啊，左转往前走，第二道门就是了。这边吗？谢谢。哎，不对啊。新来的同事啊，第一天上班紧不紧张啊？好好的，老板。哎呀，不用拘谨的，老板多见外啊，把公司当自己家就好了。好的，老公。那我就把我要求提了啊，我一个月伙食2000，衣服鞋子5000，和朋友喝酒蹦迪5000，还有3000得给其他女孩买礼物，一个月15000，你确定养得起我吗？这样吧，我每个月给你30000零花钱，外加一部车，年底再给30万给你孝敬父母。那你的要求是什么？每天按时上班。好的，人事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人事，你觉得是男孩好还是女孩好？你也太突然了吧！是女孩不行，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，我是不是被打入冷宫了？是男孩，可是男生以后要是找了个刻薄的老婆，我老了岂不是要看他们的脸色？如果生产困难，这是保大还是保小？不信离婚的话，孩子会怎么判？我要等到我律师来了，才能跟你说话。哎呦我的妈！假如你可以看穿别人的内心，哎，是今天我可以早下班吗？长那么帅，下班陪我看场电影就好啦。你以为你是老板啊？哎呀，我多买了一张电影票，人事你要不要一起看嘛？妈呀，我难道结束单身了？免费了我就去。没事的，看完了我还送你回家。没事的，可以晚点的。那是自然，女孩子家家多半是。哎，人事有蟑螂。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要呼吸不过来了。干嘛毛手毛脚的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了。不要放开啊。这是我的人事，今天我教大家如何正确向人事请假。首先你得准备一部手机，其次你还要准备一张纸一支笔。哦，你这丑八怪，我叫请假，佛祖爱都没用，我说的。是不是皮痒了你？然后你就找个地方躺好，左边的手机拨打120，右边的纸写好遗书，然后
大姐。你要买什么呢？最近缺点钱花，把资金交出来，快点。这些够了吧？我看到你们俩了，难道说？是的，没错。你别笑！哎呦你妈！人事你？你什么你？你是不是想要我吃饭？没有我。我什么我？我知道我很好看。你给滚一边去吧！今晚我有空，吃什么都可以。你给我滚一边去吧！我不就是想下班打个卡吗？至于吗你们？长得帅有错吗？不给我打卡是不是？